月球回来的五个人到台上，他们抱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头盔啊，分不出是起重机还是是从月球来的。好，那我们先来给记者拍个照。好，再来是一个可爱一点俏皮一点的，从月球回来了，地球我来了。对，这首歌叫零距离，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哦，对，其实这首歌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得到的一个灵感。但我先打个岔，我要强调刚刚我们前面那个清唱真的不是我们的真正的清歌词。就是那个因为那个 key 突然间起太高，到底是谁乱起？到底是谁起太高？是零九起太高。他本来说他起太高之后，他忘记他回不了头了。我只说那个第一个字是我、哦、完了完了，算了，就把它唱过去了。你要把球丢到我们后面高音，反正最高音的也不是我的。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现在唱个认真的？你洗掉，好不好？我们刚洗掉那个月球的回忆，收讯不太好，月球这样。让我再靠近你，不会太低吧？这世界是新闻点。哦，这低音我很 OK， 好有磁性哦，很有磁性，好有磁性。因为现在其实是十月初，本来这个月月底你们要站上的是台北小巨蛋，对不对？对。现在就是因为没办法举办，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啊？嗯。应该有吧，因为看到这个输出图跟就是怎么样，我原本是站在台北小巨蛋的，然后这样，对，没有，我现在只能站这个假月球。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也刚好是一个能量的准备啦，就是去集气这样子，然后希望到时候这些不管是线上还是未来的这个台北小巨蛋或高雄巨蛋都是可以有很棒的表演这样子。记者会之前他们有偷偷写下他们的愿望，看今天能不能就偷偷把他们留在月球上，然后希望到时候有机会可以实现你们的愿望，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五位的愿望是什么，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排好的。怎么办？你干什么？这个愿望真的乱掉了，真的乱掉了。所以我们是有不好的预兆，拿到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哎，我拿第三嘛。哎，你的愿望可能不会成功。哎呦，吓死我！不想被镜头先看到。我们先看看小赖的愿望是什么呢？啊，好 ，OK， 好，我的愿望是。我抽到这个，早日有实体演唱会和大家见面。哦，是谁的？好无聊哦。哎，对啊，你也好无聊哦。这什么？对啊，没有，这其实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但我先看我的愿望被谁抽到。好好好，对对对，再说再说。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零九的愿望是什么呢？我的是水晶给我的。这一看就知道不是你的，好不搭。这一看就知道，这一看就知道是风泽的。对，哎，不是吧？哎，到了月球还要水晶的力量。对啊，还是要啦。可是水晶有办法带你上月球吗？我会带他们一起上。哎，他们会飘走，对不对？对啊，算，有一些重力的问题。哎，那我觉得从换为我们风泽，对，风泽最后，风泽最后毕竟是团长。对，好，韦静，韦静，我的是平安。平安健康，演出顺利。这么无聊，一定是零九的。对，就是我的。只要看到健康 key point 是零九。那不无聊，零九很需要健康。好的，俊硕的愿望是什么呢？我的比较实际啊，月球挖矿赚大钱。哎，这是你本来的愿望吗？这我本来愿望，很顺利。对啊，而且他挖矿真的可以赚很多哎。对啊，月球的矿。对啊。你还不知道那边怎么算？我可以赶快问风泽了吗？好紧张哦，我们好期待风泽的愿望，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嘞。那么大家来一起看一下最大爆点，在月球上找到另外一半。哇！这是真的，我跟他们说，我希望。其实我一个愿望在月球上可以求婚这样子，如果嫦娥是，对对。可是我想说，如果要求，就我们两个、啊，就是如果要给那个戒指，他应该会飞走吧？就是还是有点尴尬。但可以趁他飞之前套到手里啊。对啊。哦，这样，这个是小赖愿望吧？但我没有，对，这是我的愿望啦。可是好像也很适合给。对，因为他抽到我好说，好像他也要，所以先让给他。所以风泽放弃地球人了吗？还是没有地球人失去信心？我们地球。的地球人太复杂，看着地球人上月球，就是然后从月球看着地球，我觉得很浪漫那个场景。哦，所以不管那个人从地球来还是月球来，只要是反正带他登陆就对了。对对对，在那边有一个好好相处的感觉啦。没错，你这段聊太长。